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他方请愿佛记子之》第1459集。我是为智。经文：世尊，若听我等于佛灭后，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进，护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当于此土而广说之。尔时佛告诸菩萨摩萨众：子善男子，不须汝等护持此经。昨天的文啊，提到啊，这个有他方菩萨啊，过八横和沙数非常的多啊，就是在法会中啊，站起来跟佛陀说话请愿啊。那今天就是他们说的内容啊，然后还有佛陀回答的内容，所以一幕一幕的啊，这短短三幕非常的精彩。这是第二幕啊，我们看这个对白啊，这个他方菩萨就对世尊说啦，希望世尊啊，若听我等，这个听啊就是允许啊，希望世尊能够允许我们啊，在临灭后，我们可以在这娑婆世界弘经啊，而且因为他们是来自他方世界啊，所以他们还愿意勤加精进，因为对娑婆世界不了解嘛，所以他们要从头学起。虽然他们已经是大菩萨了啊。他们一样要勤加精进，护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哇，你看这样的心多让人家感动啊！而于此土广说之啊，就是说他们也愿意在娑婆国土啊来广说华华经。那这时候呢，佛陀就回答了啊。佛陀回答很简单，但是哇，很有力量，很特别啊。就是说，你看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觉得你要来帮忙很好啊，可是你看啊，佛怎么跟这些他方菩萨说？各位大菩萨们，很感谢你们啊！这个子他直接讲子，就说 stop 听就好了啊！各位善男子啊，不需要你们护持此经啊！哇，他一来第一句话竟然是啊 stop 就是好了啊就可以了啊！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他竟然是拒绝啊，这很特别的啊！不用你们来护持此经。那为什么会拒绝呢？我们大家来看，拒绝有拒绝的理由。佛陀是有大智慧的这个大觉者，所以他拒绝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们来看上人的手札：如是诸多菩萨从于他方国土永耀显现至诚恳请，愿在娑婆世界护持弘宣妙法度化众生。那这么多这么多的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这个出现而且表达他们的至诚来恳请世尊允许他们这个在娑婆世界弘扬这个妙法莲华经弘扬这个大法，他们发这样的愿，因为护持弘扬大法的责任那这个来度化众生好，那这一幕这个现象其实之前我们就知道了在昨天也讲过到今天又继续讲。那为什么上人从这里继续讲呢？这有他的道理，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左上角上人手札，刚刚念过了上人这段手札，他要带出的是这个我念一下上人的开示我们自己娑婆世界的弟子如如不动，他方世界的弟子竟然那么的感动你看两个都动，一个如如不动，一个那么感动而且他方世界的菩萨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恳他们的愿意上人就要带这个你看一个对照组，所以上人其实讲到这里 有感慨非常有点小哽咽上人说感慨很多了佛陀时代是这样，现代的时代又是怎么样的现在愿意这个闻法这个传法弘法这个恒持的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所以上来当然很感慨。那我们待会了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再来看那上来的第二张手札我念一下灵山说妙法华，他方菩萨随喜远闻，其数众多，闻持说弘经者，福德智慧大故，愿以此土发誓入群弘通此经，然此显示事项好，这是一个事项
哎，这么多这么多过疤痕和杀数的大菩萨、啊、来发愿，而且是他方世界的菩萨、啊、所以这个四相代表什么、啊、那佛陀又为什么这个、啊、这个子、啊、婉拒、啊、这个说不用、啊、不用你们来护持此经，那这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来看这有两个道理在后面、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佛陀他婉拒、啊、这个不要他方菩萨来这个护持此心、啊、第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些他方菩萨、啊、他在他的这个、啊、所住的这个彼土、啊、那个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啊、一样他们也要利益众生 这样，然后他就让他在原来的地方利益众生就好了、啊、每个地方都需要菩萨。第二个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啊这个众生结缘还比较浅，还才刚过来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纵使给他红经、啊、能够达到的效益也是有限、啊、这样必无巨益、啊、就是、啊、就是效益有限的、啊啊、这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好，那把他这个婉拒了、啊、这样的话娑婆国土的弟子才愿意 站出来、啊、才可以承担、啊、对不对？而且是佛陀的弟子就应该弘扬佛陀的法嘛，是不是这样？而且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已经跟佛结缘这么久了、啊、然后又在娑婆世界生生世世来回这么久了、啊、所以一定可以、啊、把这件事做好，只是差一个什么，差一个发愿啊，差一个承担 啊所以我们只要发愿只要承担、啊、去这个说法传法、啊、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利益、啊、这样。而且开进显远、啊、就是说自己去除了无明烦恼、啊、把自己的真如本性显现出来，自度以后去度人，自觉以后去觉他、啊、这样。所以佛陀为什么要这个让他方世界的菩萨、啊、不要、啊、他们来护持此经，因为他要的是、啊、娑婆国土他的弟子、啊、站出来、啊、所以、啊、执彼招此、啊、执彼就是彼土的菩萨，招此就是我们此娑婆世界的菩萨、啊、佛陀要的是这个。所以用这张来看、啊、今天的文就很清楚了、啊、好，来看今日文法心得、啊、五浊恶事重，浊气重、啊、众生烦恼多，必定要法、啊、妙法流传人间、啊、那五浊恶事的众生就需要有这些法来洗涤烦恼、啊、再来，我们自己娑婆世界的弟子如如不动，他方世界的弟子竟然那么感动，因为他们愿意、啊、他们已经发愿了，他们愿意、啊、好，这是上人的感慨、啊、现在的人变成了不必用智慧、啊、大家只是用知识而已、啊、世间会越来越乱、啊、这就是很担心的事、啊、其实现在 AI 也是这样、啊、就有时候这个大家只是、啊、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或者是都 不喜欢把这个重要的法、啊、刻入心板去实践，变成自己的智慧，需要的时候查一查、啊、这样，这是一个很让人家担心的事、啊、这个有慢慢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再来，智慧是比知识重要的、啊、智慧是守护一切，所以重要的是不是你、啊、学的记得多少知识，而是信解行证信愿行、啊、就是说你去做然后证得自己的智慧、啊、这样，这些智慧、啊、比知识重要多了、啊、这个有智慧呢才能够守护一切，你才可以刻入八识田中、哦、带着走，对不对？才可以去度人，才可以去度化众生、哦、让社会更祥和、哦、世界、哦、更平安、哦、这样。所以智慧可以守护一切、哦、从净化人心开始、哦、这样。我这里不是没有人肯发心，是还没有发心而已，所以佛陀他敢这个、哦、制止就不就是婉拒这个他方菩萨的好意、啊、他们的好意还是心领的、啊、可是因为他要的是娑婆国土的弟子、啊、这里不是没有人，这很多人 啊这只是有没有人肯发心、啊啊、他们也不是不发心、啊、只是还没发心而已，所以未发心者另发心，对不对、啊、无量已经是不是这样的文，所以一定要赶快、啊、来发心、啊、来这个护持、啊、来这个文法传法、啊、这个好好来行菩萨道、啊、这是佛陀他的愿、啊、也是上人的愿。
接下来看上人的开示啊，要用心哦，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啊，佛陀在人间说法，他方国土菩萨也来娑婆世界听法啊。佛陀在华经灵山会上啊，就是关心娑婆世界未来众生嘛啊。那现在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了，现在五浊恶世啊，浊气很重啊，众生烦恼很多，一定要这些法啊，才能够啊来除去我们的这个烦恼无明啊，这个习气啊这些，所以一定要这个妙法啊，正法妙法流传人间啊，这个灵方妙药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像这个时代包括要吃素啊。啊，临方妙药吃素也是一个啊，啊，吃素可以培养涵养慈悲心啊，啊，可以你看可以拯救地球，对不对？减少地球的这个暖化的速度等等啊。好，所以众生有很多无明烦恼，就需要有这些啊法药来度。那佛陀他也知道啊，他自己住世时间不多了啊，所以他觉得他的这个法要赶快传下去，只是说。要有弟子来接法受法传法，这是他最大的期待。那上人就从这里开始讲，讲整个佛陀的本怀开始讲，又从这个华经开头这个弟子们的状态开始讲，因为一定要从这里开始讲，这个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说没有人要站出来，为什么弟子都如如不动。其实这一段上人前面开示了十几分钟，就让要再次更深刻的体解到说，哇，这个经典啊，它的奥妙，它这个当时弟子的状态啊。佛陀他一开始不开示这个苦集灭道，对不对？因为他自己体会到啊，他也是示现八相成道给我们看啊，降多帅啊，从皇宫出生啊，等等啊，去修苦行啊，觉悟成转法轮啊，这个成佛转法轮，然后度众生，最后是。视线涅槃啊，所以他在开始转法轮的时候，他从苦集灭道开始讲啊，因为他知道说人心就是这样，他已经体会到这个苦啊，所以他也知道说大家会害怕这个苦啊，那学了这个法以后，哎，我如果解脱了，自己得解脱多好啊啊！好，他一开始是迎合众生的这个需求需要啊。先来讲这个法，让你得解脱啊，高兴。可当然希望你一步一步的啊，把你引导啊，这个小圣、中圣、大圣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以上来这里就在讲这些声闻啊，声闻哎，他学到解脱法哎，很高兴啊，对不对？那有时候就觉得很好啊，怕想说世间这么多苦恼啊，我已经解脱了，那我干嘛还要再来人间啊？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怕这个受苦啊，这样。然后受折磨，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不要再入人群了。可是佛陀最后的大法，他是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去入面对人群的人间的苦难，你要入人群用法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解脱，得究竟涅槃，究竟佛慧啊。因为唯有人人都解脱，这世界才平安的。你一个人得解脱，别人没解脱，你最后还是又被拖下去了啊，最后还是啊。不 OK 的啊，最后还是会有这个堕落的问题啊，所以那只是一个化尘啊，所以要大家体会到这些法啊，所以一定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疾苦，去疾苦中啊，从疾苦中磨练出心智啊，不怕苦啊，这样传法，这样就对了啊。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最后等到整个啊人间都净化了啊，这个才是菩萨道。大家用心去想，就是说每个人都做菩萨，这世界就太平了，这样就大家都解脱，大家都成佛，这个佛法很妙的关键在这里，这样。好，那当然在还没有整个人间净化的时候，这个五浊恶世它是充满了苦难的，对不对？所以才会有安乐行品啊，说当你遇到人家的 问难，人家的挑衅，人家的这个干扰等等，人家的诱惑啊，或人家的这个怒骂啊，等等，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有安乐行品了哈。那在安乐行品当中，佛陀他要想到说，哎，他将来入灭了，这法什么人来传，对不对？好，这个他最好，他觉得最好大家多一点人来传啊，所以他才会讲安乐行品给大家听啊。大家好，
修好这些冷怒啊，还有身口意四愿安乐行，其实就可以把法传好了，不要怕，你就可以赶快这个发愿度众生。所以在安乐行品结束，不是有这个重定永生品，就我们现在这一品的开头，现在已经第二天这样，这个文就是这样出现，就是出现一组人家他方菩萨，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这个他方菩萨啊，这个过八恒河沙数的这个他方大菩萨，他们可能就是代表这样的一个人物吧，一个现象啊。他们听法很感动啊，哇，这么好的法，对不对？好啊，那我们来传啊。可是佛陀只是希望借他们来教导，来感动来让这个娑婆世界的弟子能够感慨，人家他方国土来的菩萨，人家都愿意承担的，那 你是怎么看的等等。那上来讲到这里就哽咽，就说这个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弟子如如不动，然后他方世界是这么感动，而且表达这么诚挚发愿，愿意弘法的一个愿。那佛陀时代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这个时代是怎么样那我就去找了一些图因为我想今天都只有前面那个表都没有图片，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些图片因为找从地涌出的菩萨这个很难找后来找到什么只有我们慈济有这个在报这个从地涌出菩萨报最多的是921啦921刚好大地震大地震好像象征大地震过后哇好多好多人要来见习培训，因为大家都被这些蓝天白云的这个菩萨感动就被原来来这个921在灾难现场付出的，或是在盖大爱屋这个付出的这个菩萨感动，所以又很多人要见习培训等等这个，所以从地涌出最多菩萨的应该是921那时候。后来像八八风灾啦，什么好像各种灾难都会，我们都可以有很多人间菩萨大造神所以不一定是这个要地裂开才会这个从地涌出啦。风灾其实有灾难的地方这个还有这个需要去付出。像我们昨天不是讲那地是忍怒地吗这个你只要是菩萨行的地方有菩萨踪迹的地方，你看菩萨那么苦有时候你去做各种的要忍受各种的这个苦难这个不是生忍法忍都要忍要忍怒等等。所以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哇人家很感动，所以就赶快进来进行培训所以上人其实感慨的是说要有更多他说佛陀时代是这样现代的时代又是怎么样。其实当然有实际的这些菩萨付出，也有一些菩萨从地涌出，可我觉得在上人心中为什么他哽咽，现在远远不够这么多菩萨相较于现在80亿的人口这个算是微不足道还很多地方很多地区国家还很少很少佛教徒，很少很少菩萨，很少很少慈济人所以上人当然会感慨这个这是一定的所以用一张图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接下来往下看灵山说妙法华，他方菩萨随喜远闻，其数众多，闻此说弘经者，福德智慧大故，愿以此土发誓，入群弘通此经，览此显示事相这个我在前面要把这个拉过去所以这就是一个事相要带出这个希望我们在娑婆国土的这个佛弟子能够去思考能够自己自觉能够赶快来发心立愿等等这样，要不然这个现在的世间越来越乱了这样就很多很多令人担心的事情所以上来提到从2000多年前佛陀说的法这样当初都是很单纯的智慧那当初的环境也比较单纯，可现在呢，现在因为哇有很多的这些科学不管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各种学生物学，
把这些奥秘把它解开啊，变成很多知识啊。那很多知识上就感慨说，那人的价值在哪里？佛陀时代他把法说得那么清楚啊，用人的道理啊，讲道说理，对不对？引导所有人，人人的心向着这条道啊，很有价值啊，这个啊的菩萨道、菩提大智道啊，这个来走啊，把大家开启，可以让大家开启大智慧啊。可现在的人呢，觉得说啊，就把这些当做一些知识的学问啊，然后就不用智慧了，因为就是变成一堆知识啊。你现在上网 Google 啊，或者图书馆啊，或者是这些知识很多，可是菩萨道是用来实践的，信解行证，你去做，你才会长智慧啊。法在人群中得嘛，你会得法得智慧，对不对？然后人跟人的互动啊，会磨练啊，包括你需要布施，需要持戒，需要忍辱，需要精进，需要禅定，需要智慧。可人与人之间，如果你没有这样去付出啊，去做行菩萨道，人跟人的相处啊，就人情就越来越薄，那这个没有人做，这世间就越来越乱啊。所以上人也是担心这些事情啊，这是真的很令人感慨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才需要什么？需要法啊，需要法啊，知识。智慧是比知识更重要啊，有智慧才会守护一切嘛。这句我也把它拿到文法心得，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来一起来守护，守护这个道，这个菩萨道，这个大法，人心态的德。所以上人为什么要净化人心，想要社会，这样才能天下无灾，这有他的道理啊。这样，要不然的话，未来呢，这个四大不调，这个气候异常，灾难会越来越多。所以不堪想象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闻持啊，这样。所以佛陀鼓励大家啊，听法有功德，好好听法，而且还要说法啊，传法啊。所以听法、说法、传法啊，造福人间啊，增长智慧啊，这样这是有大功德、有大智慧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啊，要勇于发愿，勇于承担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他方。菩萨啊，这么多这个过八恒河沙数的这个他方大菩萨来，他这个除了我刚才讲的，他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上来这边讲一段比较白话的啊，直接讲这一段。好，这个事项啊，他用白话讲说，义曙公，好，你若不肯好好的用心精进，你看还有这么还有其他地方，大家都愿意来帮忙很多啊，有这么多人要来做啊，你若不肯做。其他的人会来，只是佛陀没有讲这么白啦，这个是很直白的话啊。其他人的发心啊，愿意来付出啊，你们怎么不肯呢？是不是这样啊？其实背后的用意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啊、就是一个对照给大家看，就给大家去省思啦啊，给大家去省思。所以上说这我们要用心体会啊，这个佛陀他的用意啊，用心良苦。好，来看昨天的文。尔时他方国土出来菩萨摩萨过八恒河沙数，于大众中起合掌作礼而得佛眼。昨天讲过了，来看今天的文。世尊，若听我等于佛灭后，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进，护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当于此土而广说之。世尊，若听我等由他方菩萨从于佛土来，自此娑婆闻受法喜，故请委求听许啊。请委昨天讲过了啊，这请求啦，请求什么？请求这个委托委付给我们啊，我们来帮你说法啊。所以要听许，听许就是这个上来说要念四声的啊，听啊，他念听啊，听许啊，就是这个允许啦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啊，这个允许我们这样啊。于佛灭后。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进啊，于释迦佛灭后二世，愿住此娑婆世界勤加自力用功啊，精心弘宣啊，世尊所教法啊。所以，因为这个是他方国土来的菩萨啊，这段我也蛮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虽然在他方国土已经变成大菩萨了，可是他来到他发愿啊。
愿意来这里啊，来娑婆世界。可他来娑婆世界还要从头开始啊，也不是说从头开始的，就是还要加倍努力用功啊。但是他们愿意啊，愿意啊，这个来这个依照世尊所教的法，好好来精进，好好来弘扬这个大法，还要护持、读诵、书写、供养啊，是经典者，所以要守护啊，啊，受持啊，读诵、书写啊，用最虔诚恭敬的心来供养《法华经》啊，这个。来弘扬这个大法，当以此土而广说之，我当以此娑婆国土广为大众而演说之，这是他们的愿。尔时佛告诸菩萨摩萨众子善男子，不须汝等护持此经。尔时佛告诸菩萨摩萨众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他方国土诸来菩萨他请愿嘛，在娑婆国土要弘宣护持，那佛陀就给他讲，子啊，善男子，不须汝等护持此经。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就有这个，假他方菩萨闻事行之妙啊，请愿娑婆弘经，佛即止之啊。这昨天就讲过，这假就是假借啊，就借由这些他方这个国土啊，他方世界的菩萨啊，他们听到这个啊，四安乐行啊，这个还有这个华经的妙，所以他们就请愿呢 他们发愿啊，要来娑婆世界弘经啊。可是佛陀当然有思考了，这是 他的一个这个有智慧的一个思考，所以就给他制止了。我们来看，亦显此土自有能修此行之人，故令指此事不必原土之劳。那这个用意很明显，就是说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是有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呢不是没有人，只是还没发愿而已，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些远方的国土来的菩萨不用劳他们这个大老远跑来这样好。所以这里白话就这样讲，我在那边，我佛陀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娑婆世界不是都没有人呐，只是欠缺发心而已，也不是不发心只是还没有表达而已，所以不用你们来，我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你看佛陀想的多周到啊，应该说上人开示的实在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非常非常的完整。佛指他方远来菩萨其意，他方菩萨各有几等若住此弘经，废弃彼土利益，由其他土菩萨于此土结缘事浅，虽以弘经，必无惧意。这其实我前面讲过了，就是说他既然在他方国土是菩萨，一定有他要去度的人。所以他把那边的这个功课荒废掉好啊，或是说那边先不要顾，先来顾我们，这样也不太好意思，对不对？那他方国土也是有他要顾的人或事啊，对不对？他去顾就好了而且他在这里结缘还浅所以我们不说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他才刚来嘛所以他虽然愿意弘经可是效果有限还有佛陀讲的更深又若许他方来，则此方菩萨不勤录取你允许他来，那现在好有人做了，那我们就不用做了，对不对？好我们不用承担弘传经教的事情，这样。所以佛陀给他指示有智慧的所以为什么？意思说，这个我们此娑婆国土，自然会有这个能修这个行的人，就是有能够弘经的人事实也证明后面会有这个菩萨从地涌出来发愿以是我弟子因弘我法，又结缘深广必获聚义，又得开进显远，是故执笔招此，对不对？既然是佛的弟子，当然就应该弘扬佛法了，而且在娑婆国土来来回回生生世这么久了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修，好好的发心立愿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最大最大的利益这样，而且自己把所有的透过这个菩萨行开进玄远，开进玄远昨天有讲过，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无明烦恼去除把这个正如本性显现出来，这个何乐而不为，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所以佛陀就才会这个执笔招此这佛陀的用意就在这里
好，那这个我刚才讲过了，所以这个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像机门、啊、他之前讲方便法对不对，佛陀说的种种方便法就是要把众生的这个种种的烦恼无明把它去除、啊、这个就是什么，就刚才讲的这个、啊、开进、啊、那再来显远就是显出了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啊、这显远这昨天也讲过所以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如来藏性、啊、这个就是从成典劫以前以来这么远的时间以来就已经具备了，所以这些法、啊、我们都应该用心体会、啊啊、所以这个才会有这个部分、啊、是故执彼招持、啊、那这个你们若再不发心，你看、啊、他方的人都已经愿意来了，他方菩萨这样愿意进来，而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怎么不要赶紧发心立愿起来呢，专心一致好好的克勤刻苦、啊、所以这是佛陀的期待、啊、此生不像今生度啊，更像何生度此生。上人你看最近讲了多少次这一句话，这个缘、啊、跟佛陀的缘、啊、跟上人的缘，我们既然来到人间、啊、入人群结善缘得智慧，何乐而不为，这么棒的事情、啊、这个实在是一定要好好把握。好，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啊、各位菩萨，这段文真的要很用心体会、啊、佛陀以他方菩萨来的发大心、啊、从随喜而虔诚、啊、要为娑婆、啊、这个世界付出，有没有？那这个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上人其实在一开始、啊、前天他提到，你看这文才短短的、啊、三小段而已，对不对？从这些他方菩萨出现，好啊，跟佛陀发愿、啊、然后佛陀又说啊，止啊，这样这一段一段一段的啊，这样这个才短短几行经文啊，真的哎，很妙的这个一个境界啊，这个画面啊，上人说要用心去体会了啊。那他们一开始只是随喜来听法，可听完了，人家觉得这么好，人家虔诚发愿啊，好、啊，那我们呢？那佛陀他要顾什么？顾彼也要顾此、啊、不能说顾彼失此，顾此失彼都不可以，他两边都要顾，对不对、啊、所以上人话锋一转，就把他带到法的应用。其实瓷器世界也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些瓷器人、啊、在各个国家、啊、都有一些种子、啊、第一颗种子、啊、等等，总是一生无量嘛，都是从一颗种子开始、啊、在国家把它带起来，种子成熟了、啊、在国家的人、啊、用这个种子去成长他们自己的因缘、啊、有的长得比较快，有的长得比较慢，都是因缘，要有因缘智慧福德，它都会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啊、这个浮现出来，就这样不断的成长、啊、那里如果有人，我们这里就不用去了、啊、是不是这样啊？当然如果还没有人，哎，我们要去支援也可以啊，我们也都是愿意这样发心立愿，对不对？好，同样道理，我们这里有人的、啊、然后这个还要外面再来嘛，也不用啊，等等，这样说这道理都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用心，这道理就懂了、啊、就通达了、啊、就完全就懂了。所以这个上了每天每天的这个法、啊、大家一定要把它听懂、啊、虽然这个从地涌出品才短短、啊、第三天的、啊啊、这个我们真的要时时多用心、啊、把所有的法都给它用心、啊、弄懂，然后把它用在生活中、啊、去实践、啊、那有机会也给它分享出去，这样就对了、啊、感恩，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